看多了柔美风的款式，今天艾米带大家学一款前卫感十足的甲片，会运用多种元素。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先用小鹿日式胶的乳黄色完成打底，找灯，用排笔蘸取蓝绿色巧合胶，横向的刷出色带。找灯，重复上色。找灯，再用黑色在下半部分进行上色。找灯，用圆笔沾取康纯点彩胶的白色，刷出白色色块。再用抽抽笔点出像气孔一样的效果。亲们在完成这个步骤时，一定要使用粘稠度高的胶哦。再用刮刮笔刮出连续的方形图案。找灯，然后继续用白色调整方形图案的颜色，使其有斑驳痕迹。找灯，在纸上准备好晶莹线，刷满浮雕胶后照干固化，再撕下来备用。接着为甲面刷上光疗胶，沿着蓝绿色色块贴上制作好的白色胶条。再次刷上光疗胶，找灯，刷上加固胶，找灯，用海绵泡抹甲面，擦拭甲面后，用小笔沾取黑色彩绘胶勾勒甲面。找灯，将金属钻饰粘到甲面作为修饰。找灯，线条方形搭配出来的款式，简约大气又时尚，喜欢的话就快跟艾米学起来吧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